想问一下王浩，哎，我看你手法特别的好，你平时除了化妆、卸妆、卸妆、化妆之外，还喜欢做什么？其实那些就是应该说是每一个艺人都需要做的，然后只不过是我平时稍微注意一些。我是队里的主唱，然后擅长的舞蹈风格是 popping， 对， popping， 对，我的舞蹈风格， popping， 对对对，谢谢没错。因为刚才说的很专业，人家说 popping， 你们知道什么叫 popping 吗？不知道。来，上课的机会又来了，我们请王浩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？哎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嗯。多跳会，很精彩，谢谢老师，非常的精彩啊。